他会平常新疆他啊，就是说这个家猪肉亏钱是暴利，他说这个家猪肉多一点，不会对头头啦，亏钱就听话面大，直接对头头好一点，不会按多一点，其他人够无穷也好。哦，对啊，这足重要，这足重要吼，啊，所以做人了解，爱有细节，细节对，前途修炼节，困到重心节，啊来嘞，细节细节，咱只会当扶穷则来现，我只求。现在以前，就讲地区上的当中，你有这个世界调控，你只能当，咱只能当买大就大，买小就小，啊是安尼，所以钱足重要。啊，咱今仔日这个过年过节，咱主要是过年，讲过节，这过节当中，好哈，含咱怎样，要超过小可啊。讲我，你还有就是讲我头壳，自己只只都有啥吼？啊，听话了啦，第一听唔久啊，第一听几日就叫人啦吼。啊，我来报告一下，第一修行，现在如何？你一句如何？有达就有达，咱哩三十岁就做会好，做会三十岁好就是发起该用一个啥子好，啊，你就当天地正义不就不稳？哦，安尼，伊今仔来，听个听话啦，吼，靠是帮我不能蒙着只，帮规规规道嘛就叫，叫啦吼，啊，拄我咱就来，无法后来，哦，啊，大家听话者，听话者，记话者，可以话者，大家记住，一句话会当改变咱自己啦，一句话会当让咱成功一点，哦，可能大家只只大男人，可能辛苦有迄个三下条件啦。你可能话袂熟悉啦，啊，大家咧做，你可能话袂熟悉啦。那伊物件就要重新来学习，要让他出咱的细节，哦，要让他看这个细节，这个字面咧家己摸强话，字多有加工也做字，有加工也做弯，大个，该先该好，咱控制下有有偌好，控这面就合弯，这可以做 ，OK， 咁。好，来，您好，来，接下来咱您是阿波这个代志哈，咱这个科号 ACJ8326 ACJ8326， 麻烦请小姐自由一点哈，咱们是华德事情哈 ，OK， 来，接下来咱们楼下就请张天珠姐粉丝，向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。张景环师和李景环师共同带领的人和道务，每次看到张景环师，他总是以和蔼可亲、谦虚内敛、以身教代替言教的态度成全道亲。景环师自领命以来，常年在神州推动道务，开启一方道务弘展，每每回到台湾，短短数日就折返大陆，为道忘躯牺牲奉献。在此，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张简凡师。啊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邱天云，啊，各位江传书，啊，各位天元大学，大家安安。简凡师，晚安。中秋啊，啊，这个放假咱头前玩下讲哦，归花花好月圆人团圆啊，啊这边呢是讲哦，齐聚团圆庆中秋，所以啊，这个月圆人圆哦，啊会当大家煮会当圆哦，啊咱的心海当圆啦吼，这个啊所以。家哦，那个不为公正了嘛。明月几时有啦哈？况且咱一年一度的中秋哦，嘛是讲啊是一年365天都有一天的中秋啦。所以哦，这是这中秋过年时阵哦，咱安尼等，安尼等，等到有一天终于等到咱等着哦。啊，这天哦，
是咱新疆吼，迄阵咱民国三十六年诶时阵，咱进行建设，我安讲吼，主导阮二代双手啦吼，啊，另外一部杨朱系蔡英文形象吼，所以会当讲吼，安尼一方面嘛是正啊艰苦诶代志啦吼，啊一方面嘛是安尼非常诶欢喜，讲咱。咱咱拄好会当来咧带着咱吼，来继续来办这个修普渡修缘的这件事啦吼。啊，而且今仔这个暗会当中吼，啊，许我甲深深感受着讲吼，今仔这个优质晚会啦吼，这里那个暗会的这种的接风吼，互咱吼，许我吼，都深深的这种的体会啦吼。啊，这种的像一个暗会吼，讲个，今仔日来参加的人，拢是上有福报的人啦吼，上有智慧的人就对啦吼。啊，就是讲吼，咱啊大家吼，啊大家互相鼓励，拍互我一下，好无？哦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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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而且暗会当中吼，安尼有些咱的子孙的祝愿吼。还有咱的迄个子孙的纪念歌，还有咱的祖多情，啊，搁下一首是《知字为指南》啦吼。讲起伫这暗会的节目当中吼，拢予咱吼足大足大的启示啊啦吼。就咱伫这暗会当中吼，真去感受着讲吼，啊，这咱吼主办者种的用心啦吼。啊，所以这是着他感觉讲，今仔日会当来参加这个晚会吼，收获非常的多啦吼。啊，在这个时阵吼，有一条歌讲讲，迄个但愿人长久吼，千里共婵娟啦吼。希望讲吼，每一个人在这个时阵吼，都会当安尼长长久久啦吼。啊，你啊说长长久久嘛，是当吼。爱爱出咱自中去体会啦吼，讲会当调整了，住在当长长久久嘛吼。啊，这个千里共婵娟吼，咱个自信的面馆吼，咱每一个人拢用这个自信的面馆，不管你伫啥物所在吼，今仔日是南部也好，北部也好，伫中国也好，伫世界各国也好吼，咱安尼抬头啊看吼，拢会当看到这。这阵的自信面馆吼，啊，迄阵吼来到遮的时阵，看到讲哦，我这个月娘有够水的，有够圆的就对啦吼。啊，看到月娘吼，就是讲吼月光普照大地的时候了啦吼。啊，希望讲吼，咱每一个人，确定要出去，拢会上抬头啊，看这类吼一轮明月非常的漂亮啊。啊，就咱吼，啊，交大家吼共同吼，我分享到遮吼。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得福方便哦！谢谢。祝福大家身体幸福，想把荣誉上，接下来代表了对你们的敬意。祝你们福大寿平，身体健康，后学又有一点点小小的疑问，不知道当问不当问？您说说看呢？后学在道场修办道的过程当中，后学听过了很多成道老前人的故事。那后学想问问您，您对这些老前人当中，对哪位老前人最敬仰呢？这个问题啊，后学想想看，在我们这个祖先当中，后学最敬仰的。对啊，咱很老前人以外呢，何况嘿，要了解着咱的沈可斌老先生。沈可斌老前人吗？或许对他的认识，好像只有在三大节、四大节在拜节和道祭的时候，会拜到沈老前人当叩首。其他的后学就没什么印象。那不理正，您可以跟我们后学们谈谈郑考斌老先生的奇遇吗？奇遇愿用说的不如用看的。咱们今天这边要请到远东火石塔的青年学子，为我们带来精彩的，并且就是告老还乡的
圣好心前人。请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远东火炬堂主堂。请修身慧命。正好边有个人修火炬上天，要温东飞石堂恩惠。千年岁月，名称源自于孔子所说“吾道一以贯之”，主张道本一体，理无二致之一贯一理，倡导静心知性以知天，敬人道达天道，以儒为本，以弘扬中华文化为荣，代代传承，日新又新。如今时转白羊。1905年，慈禧太后弥勒祖师应允，降世为陆羽，善地善术，弘染道路。1930年，十八太子张天然师尊、孙慧明师母承续道脉，开启亘古未有的祖父正法。于今迈进第二个百年，一贯道人本以利利人，以达达人，化人心为良善。继世界为大同之初衷，永续传道于世界各国。信鸽天王的名，就是李清祥公主三十年，林国神一十六年，台湾180年，伊的夫人沙大的贵姓？有一路雄心为名，以哈尔滨市民兄，今朝做成立，实力嘛做了真好。因为伊家确实离婚同情的公权力，是哈尔滨市有名的富商，伊笃信儒道，相信众生同行的道理，因此对人口有影响，都有救济。